第五十九节，山傍圣贤，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山是戏弄、侮辱，谤是毁谤，这里举出了，他说山谤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愚痴，所以才造这个恶业；另外一种人呢，是用现在的话说，喜欢出风头，喜欢标新立异啊，在社会大众当中啊，兴风作浪。如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，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也有这些毛病习气，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，真的是愚昧无知啊。那么什么叫圣，什么叫贤，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圣的定义，说这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因果他都清楚都明了啊，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圣，在西方称之为神，佛教里面称之为佛，名称虽然不一样，意思都相当接近。明了而不够彻底，这种人就称之为贤，完全透彻明了这称圣。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，是一切众生的模范，那么对他的戏弄、侮辱、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非常广大，非常的深远。佛家讲戒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，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断人的生命最轻，断人的慧命最重，这个道理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，我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，以为对于圣贤、对于佛菩萨、对于善知识侮辱毁谤
这是小事啊，尤其是善知识啊。善知识对于他是现在住在世间的影响面极大了。谁是善知识呢？自己是善知识，这个要懂啊。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如果能随顺佛教，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，你在那里弘法利生，你在那个地方宣扬佛法，不必说，做出来给人看。如果我们自己思想言行与佛经教诲完全相违背，我们就是山谤圣贤。人家一听说你是佛教徒啊，佛教徒起心动念还造恶业，还是搞自私自利，还是搞贪嗔痴慢啊，心量最小，不能容忍啊，这个人家让社会大众说轻视佛教啊。为什么轻视呢？是你自己毁谤圣贤，叫别人来轻视佛教啊，所以自己造这个恶业。你们想想这个恶业，你细细想想，不得了啊！这个罪业就是无逆十恶果报。经上所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受人家的侮辱了，受人家的回报了，受人家的陷害了，表现出心平气和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恶念啊，这个社会大众看啊，这个佛教徒了不起啊，这人有修养啊，赞叹佛教，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，就令许许多多人对佛陀教诲生起信心，你无量功德啊。所以善知识是谁？善知识是我们自己，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善知识，违背佛陀教诲就是恶知识，随顺佛陀教诲前途一片光明啊，将来生佛净土啊。违背佛陀教诲往后苦难无边啊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，极善的果报跟极恶的果报啊，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。我们一念为什么要造恶？为什么不兴起善念？佛法殊胜，其他所有一切宗教没有一个不殊胜的只是教化对象不同而已啊。所以我们读佛经，我们初学啊，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，要长时间的熏陶啊，奠定自己的根基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根基是戒定慧啊。什么是戒学呢？
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持戒。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，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意思。随顺自己意思没有不造作罪业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不但佛祖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，他们神父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信徒啊。那要问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，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修学没有离开思想，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。佛教跟他们的差别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同在这里。那我们要问一问，我们有没有离分别执着？如果没有离分别执着，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。他们能够随顺上帝的意思，随顺这个新旧约里头的教诲，我们学佛读佛经还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，我们不如他们呐。这个一定要懂啊。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决定离不开欲界，离不开六道，人家确确实实升天堂啊。我们所作所为呀，是堕地狱啊。这是说真话，说老实话。山傍圣贤，跟底下这一句清廉道德，我们天天都犯这个过失。这怎么得了呢？前途可悲也。好在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啊，换一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。佛经里面说得好啊，造作极重罪业的人，只要他能够忏悔，能够改过，能够回头，那也是菩萨。观经里面，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的重罪，临终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世尊给我们说，上品众生啊，所以我们对造作极恶之人都不可以轻视他，轻视他也是善报。为什么不敢轻视呢？他一旦回头勇猛精进，说不定啊，他的品位在我们之上，我们远远落在他后头，怎么敢轻视？
啊，所以普贤菩萨叫我们用一个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。这个教诲是真实的啊！别人轻慢我，别人侮辱我，我决定不敢轻慢他，决定不敢侮辱他。啊，他眼睛当中看我不是人。我眼睛当中看他是佛菩萨，我们要这样修行啊！啊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个人有个人的报应。啊，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。这个人有福啊，这个人有智慧啊，啊，要以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说，这个人得救了。啊，哪些是圣贤呢？真正修道人，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贤，善财童子是这么成就的啊，绝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若真修道人不经世间过啊，他跟神会说，他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啊。能大师能为成为一代祖师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，道理也在此地。啊，我们所犯的是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啊，不要小看呢，这是不得了的大过失啊！啊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啊，修了一辈子。还修到三途去了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啊，你这个修法，啊，就是修三恶道啊，啊，也是修道，修三恶道，也往生，三恶道的去往生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但对佛菩萨祖师大德，我们要尊师重道啊！啊，对所有的宗教都要平等的尊重啊，对一切众生要把它当作父母看待。当作佛菩萨看待，这是佛经上教给我们的呀。父母有过失，你敢讲吗？从前人不敢讲，现在人也敢讲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以前父母有过失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，啊，决定不敢说的，一生都不敢说。不但不敢说，想都不敢想啊！这孝顺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，
已经完全废弃了。古圣先贤教育教人什么呢？教人学做人。那么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掉了，人就不像人了。不像人，那像什么呢？天台大师跟我们讲，百界千儒。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，天台大师告诉我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，这个意思讲得深了。人法界里有人中之佛、人中之菩萨、人中之天，有人中的畜生、人中之恶鬼、人中的地狱。我们在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的十法界，我们是在哪个法界？自己要清楚啊！如何鉴别我们与哪个法界相应？我们要以经教做标准。佛给我们讲，设法界的一因，平等心是佛法界。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是不是用平等心？如果是平等心，你是人中之佛。你跟佛相应吗？如果是六度的心，念念利益一切众生，念念呢利益一切社会大众，那你是人中的菩萨。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六度这一段，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，详细讲解六波罗蜜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应酬之中。你能做到，你能落实，你是人中的菩萨。要会呀。因缘心是人中的圆觉，四谛心是人中的声闻，慈悲喜舍、十善业心，人中之天人啊。言持五戒，人中之人啊。那么往下，贪心是人中的恶鬼，嗔恚人中之地狱，愚痴人中的畜生。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反省，常常思维检点，我是在哪一道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哪一道相应？跟哪一道相应，将来必定就入这一道了。这不是儿戏，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教诲。
佛菩萨教我们忏悔，忏除业障。什么是业障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业障啊。叫我们回头是岸，回过头来一切定慧，依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不肯回头，我们所造作的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，啊，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，啊，真正明了觉悟。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姻缘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，真正有智慧啊，不再迷恋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句看到很难过，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，做得不好就是犯了这两句啊，所以认真努力，痛改前非，天天要改过，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，以为自己没有过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。啊，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，啊，我们算什么？啊，就天天找自己的过失啊！啊，怎么找法？第一个是读经，用经教来检点。第二个是看别人，啊，看到别人过失，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，啊，不要去回谤人，不要去批评人，回过头想想自己，啊，自己如果有赶紧改，没有勉励自己，啊，不要犯。啊，所谓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了。啊，那么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。啊，没有他，我们不能发现自己过失。啊，所以他在表演，他在示现了。啊，对我来讲的时候，他是善友啊，他是善知识啊。我因他，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，才能够回头是岸。啊，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？啊，怎么可以轻视他？啊，所以要多想想，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？啊，我为什么一生天天造作罪业？多想想啊，想清楚，想明白了，回过头来，功夫才能够得力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9集，第60集，山傍圣贤，清廉道德。这两句8个字，我们要很重视它。
决定不能够大意疏忽，这是我们自己立身修行成败的关键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眼前这个世间灾难非常严重，在佛法里面说，再大的灾难都是属于花报，果报在来世了，果报比花报一定更为严重。灾难怎么发生的？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注疏》里面引经据典啊，多次的给我们说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仔细观察世人，反省自己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不善啊，诸佛菩萨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，我们也听得耳熟了，可是就是做不到。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是个基本的概念，这个是吉凶祸福的根源，也是凡圣迷悟的根源。佛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知？六合敬里面见合同解就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，所以佛菩萨展现给我们看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，特别注重啊同体，体是什么呢？其实性体，同一个真如本性啊，所以经论上才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就是指一切众生，包括有情无情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真诚心慈悲心爱心遍虚空法界，
这是大乘教里面的基本概念。清净是决定不染，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，这个见和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。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错误与这个基本的理念偏差了，甚至是颠倒了，颠倒是完全相违背。佛菩萨他们的念头叫正念，正念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念整体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为小团体，而且是非利害往往因为自私自利这个错误观念，就没有能力辨别。所以我们学佛说实在的话，基本的东西没有学到，没有落实，我们讲佛法精髓归纳这个十句常常记在心里，跟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个标准来对照，来修正。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用真诚心？如果用的是真诚心，这个心就是道心，菩提心之体，至诚是菩提心之体。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哪是身心？清净平等正觉是身心，所以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用这十个字来对比，相应不相应？不相应的就是轮回心，相应的是大菩提心。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？谚语有所谓，看得破忍不过，看得破明明晓得，明知还要故犯，忍不过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人呢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是出世间一切法，要想成就呢，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。
小人就有小成就，大人就有大成就，不能忍就没有成就。要能忍受啊，彼此不能容忍，不但自己不能成就，还害了社会，害了别人，贻误众生呐。所以世尊在六波罗蜜里面都有忍辱波罗蜜讲得多啊，特别重视，特别劝勉。让我们平心静气，这样对于一切法才有能力融会贯通。忍耐是修定的前方便，也就是修定的预备功夫。定能生慧呀，慧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够自度度他，这个重要啊。人生在这个世间非常短促，佛在经典一再提醒我们，人命在呼吸之间呢，千万不要想错了，还有几十年，还有几百年，那做梦啊，妄想啊，真正有智慧聪明人，他只是把握眼前这个刹那，这是真实智慧。绝不会因为任何障难而放弃了修行，而放弃了积功累德，那是世间最愚痴的人啊，没有智慧啊。有智慧的人一定把机会抓住了。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。人生在世间，昨天有个学生来看我，他明年大学毕业了，问我毕业之后怎么办。父母有意见，长辈有意见，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。我就告诉他了，人生一世，你看看古今中外，是出是法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一生寻着这个方向
向这个目标努力精进，他会成功啊。如果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天天去摸索，摸了一辈子，一事无成。那么又要想到我们的能力有限，精力有限，光阴有限，所以目标不能太多啊，太多了做不到啊。而且要懂得随缘，勉强又做不到啊！我问他，我说你念大学目的何在？想赚大钱呢。哦，我说赚大钱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，生活困难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台湾王永庆小学毕业，大富翁啊！可见那个赚大钱不是在学校念书念来的啊！啊，钱从哪里来的呢？前生修的因。换一句话说，命里头有啊，你才有，命里头没有怎么赚也赚不到啊。观念错了啊，对着道理事实真相都不懂啊。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啊！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亿万富翁，我们很清楚啊，过去生中佛门里面种福啊，他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！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得来的。你不懂得修因，贪图果报，佛法讲无有是处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世间人迷在这些果报当中啊，果报享受完了之后，这一生当中没有修福啊，所以来生就不如今生了，一世比一世差了。如果造作罪业，这个罪业是非常容易造啊，不知不觉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尤其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，他对社会有影响啊，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不得了啊。啊，单单这个发大财的影响，就害无量无边众生。这不是救人呢，是害人呢。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服务一切众生，造福社会人群，这个功德就大了，福报也就大了。现在人懂得的很少啊，不读圣贤书之过啊，
不读书不讲学了。什么叫修身呢？忏悔、反省、改过，这是真修行，真正做功夫。必须知道我们没有成佛，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有过失，人家的好处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才能成佛啊。菩萨这个地位呀，一直往上上升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很可怜的，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所以我们的前途每一况愈下啊，见他人过，免不了要山傍啊，功高自满，要造业；不见自己过，自己过是永远改不掉，不但改不掉，天天在增长。这怎么得了？会修行的人看到别人的过，就是自己的过啊，自己看不到自己过，看到别人过就是自己过。自己想想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？我有这个过失，赶快改正；没有这个过失，勉励自己不犯这个过失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，真正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人呢，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自己的善知识，善才是这样成就的。善财这个理念有没有错呢？啊，是不是所谓阿 Q 精神呢？决定不是的。啊，为什么说不是的呢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心是佛。佛所现的，为识所变，识是菩萨了。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是佛菩萨啊！他给我们做种种实现，帮助我们断种种烦恼，成就我们种种德行啊！可惜我们读华严没有学到啊！你要学到了，你就是善财；你要学到了，你这你也跟善财一样，一生圆满成就。不需要三大圣七节啊！如果你说我是人，他也是人啊，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个样子，你学佛就要三大圣七节啊！一生成就的人。
肯定自己一个人是凡夫，除自己一个人之外，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的事情。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决定不是妄语啊。无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啊，乃至于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啊，一切现象，通通都是诸佛如来慈悲示现度化我的。我们能够这样用这种心态来学，这是真正大乘学人。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，自他一体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于度众生呢，先度自己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度自己就是度众生。啊，自己真正做出来了，做出个好样子来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众生觉，想到自己有没有觉。看到众生迷，想到自己有没有迷，回头回得快呀，这回光返照啊，我们才能得真实受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